乐杜鹃这个品种是最适合我们这个天桥绿化的，因为外面这个环境比较恶劣，包括这个汽车尾气啊，各种干旱啊，这种条件比较差，这个乐杜鹃的抗性是最强的。前几年我们就开始陆续推广这个新的其他花色品种上桥，因为原来是比较单一，都是紫红色为主，我们综合选出了有十几个品种，产生一种新的那个绿化效果。